我现在去把衣服洗了。嗯，可以去拿去，要洗一会儿了啊。走吧，你去把衣服洗了。我去拿一下脏衣服。你洗完了是吧？哎呦，迪迪，迪迪脸又发凉了啊！哎呀，不知所措。那叫厕所很聪明，他总能找到一个事儿，他能让这女孩跟他一起，就把他调走了。我们俩一起去做一个什么，然后这刚好是这女孩她可以做又需要做的，就这个是她厉害的地方。但是迪迪呢，就是光顾着自己 solo， 一直在那 solo， 一点不 social。哎，对，他哪怕说你会唱什么，我给你弹一个啊，然后我弹你唱，这不就把人给留住了吗？学到了，嗯，学到了。走了，我去给你们倒。